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用这样一个三角形的石头给大家画两只可爱的猫咪。线描稿我已经用白色的丙烯颜料把它勾了一遍。要画的这两只猫咪颜色比较浅，所以我选择用白色打了一个底。底下篮子部分先用棕黄色整体罩染一遍，然后再来慢慢的提亮和加深暗面。底色干后，再用黑色的丙烯颜料把猫咪的五官大致的位置和形状轻轻的勾勒一遍。然后用黑色的丙烯颜料加清水调淡色，慢慢的把猫咪的素描关系轻轻的罩染一遍，注意罩染的时候先浅一点点，慢慢的再加深。基本的素描关系交代一遍之后，可以从耳朵开始刻画五官。耳朵我是用朱红加一点点白色。猫咪整体暗面偏一点点黄色，我是用土黄色加一点点黑色加白色。猫咪的亮面可以直接用白色来进行刻画。最后来刻画眼睛，眼睛注意眼球的深色、反光和高光的刻画。整体画完之后，最后再来进行局部的调整，比如说毛发的部分，可以用干笔轻轻的蹭一蹭、拖一拖。
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